最近北京有疫情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，减少外出。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要去小区锻炼身体啦，记得戴口罩，保护好自己。经常锻炼身体，对身体好。早上7点开始上网课。午饭过后，我开始做手工包。这些是材料：剪子、线、针、笔和尺子、胶水，用剪子剪，用笔和尺子画，用针和线缝。一直缝。用胶粘。最后安装配件就可以了。做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包包，大概需要3天时间。晚饭后，我和家人一起聊天，看电视。今天很满足，有家人陪，有事儿做。